有鉴于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理财规划需求持续高涨，美国宏盛保险理财兼奥奇国际金融总裁黄海蒂表示，2021年特别新推出线上会议讲座，帮助更多人更有效的规划财务。我们每周三下午4点都会在线上给大家带来一系列的跟金融、保险、财经、时事以及如何抗击疫情有关的一系列讲座，我们都做了，所以呢，为社区做了很多的贡献。要告诉大家的好地方就是2020年我们的生意量，也就是从我们的件数、我们的案件的量和2019年来比，不但没有减少，我们提高了 20% 到 30%。不仅如此，美国奥奇宏盛2021年更以创新、整合、激励为主题，积极优化，同时利用公司内部资源以及在金融保险业的外部资源，形成核心竞争力，来吸引更多优秀理财专家加入美国奥奇宏盛。我们公司在行业里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，我本人呢在 Prudential 工作了13年，所以我们具有 Prudential、 纽约人寿、AIG 以往的这些大公司的专属代理人制度的管理方式、培训方式以及经营的理念，我们完全用的是 Prudential 这样大公司的经营理念。同时我们又具备独立 General Agency， 也就是 Independent General Agency， 独立代理独立的经纪人系统。美国奥奇宏盛集结来自全球各地的金融保险业著名律师、会计师和其他专业人士，深度剖析金融、保险和理财等一系列热门话题，鼓励民众踊跃参与1月26日周二美西时间下午3点的线上开年致庆。观众查询更多详情，请上美国奥奇宏盛官网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